阿伦的请帖寄来了。嗯，他怎么求你的？他跟我说你很穷吧，就不想炸你。你就没有钱这件事很好笑是不是啊？他妈也是多有钱啊。如果你不爽，你可以搬出去啊。搬。喂，阿飞，你刚才话说的太重了啦，你要不要跟一豪哥去道个歉啊？对啊，你明明就知道他是月光族，你还一直提他没有钱的事干嘛？啊，不然我来赖一下一豪哥好了，叫他不要生气。好。哎，一豪哥穿错裙子了啦！哦，叶一豪真的是。那你私讯他。哦，好，我私讯他一下。别管他，他想回来的时候就会回来了。不回来也好，反正这样也比较安静。我们现在回来喽，钥匙出来。干嘛吃宵夜？阿飞，你有买花枝丸吗？有啊，旁边小的。炸汤圆呢？有啊，刚刚我说花枝丸多一点。Oh my god， 高潮，你真是我最棒的罗莱吧？靠杯哦，赶快吃啦！阿飞，刚刚谁讲话？你们这周想要看电影吗？我免费的电影票。如果你们想要看三天的话，阿飞，你有打电话给叶一豪了吗？对啊，一豪哥他都不接电话，也不读不回，他是不是真的不回来了？他每天都在加班，等下就回来了，不用那么担心。那我留一些给他吃好了。你本来就不能吃那么多。我有在克制，好不好？好啦。在生气吗？对不起啊，我说的太过分了。算了算了，他不是小孩子，气消就回来了。睡觉。哎，千羽跟小花去买晚餐嘞，你要不要叫他顺便去买？阿飞，是我们。嗯，这么快？对，阿飞，你就主动一点嘛，只是说个对不起就没事啦。是他自己玻璃心哎，为什么要跟他说对不起？哎，一豪哥已经两天没有回家了，万一他没有地方住，流落街头怎么办？不可能啊，他朋友那么多，怎么可能流落街头？而且你也知道他是月光族啊，万一他没有钱吃饭怎么办啊？你说。少吃几样不会死啊。阿飞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像女生一样扭扭捏捏的啊？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错在先，你就去跟叶一豪道歉一下就好啦。朋友之间为什么要计较谁先低头？我没有跟他计较。而且我现在也没事啦、啊。那你如果当他是朋友，你就去道歉，不要啰嗦。小瓜，我们进房间吃。嗯，我们走。有一碗吗？没有你的份。叶一豪，干嘛？阿伦的请帖。所以我没有钱，去丢脸了吗？对不起。啊？对不起。我已经决定要搬出去了，今天是来整理行李，满意了吗？我说对不起。我知道我玩笑开得太过火了，所以我才需要你的原谅。哦。欸，你这里要睡哪里啊？那边吃饭，我们那边吃饭好不好？我请客。老板，我家牛排呢？要不然，扣打这一百块，要请。好好好，叫个牛排。我请九客。好，请九客，打扫完这个礼拜。那回家再讲。我电影票四点。好啦，我电影票可以。走，我到时候家里。啊，走啊，没关系啊。你真臭，真臭啊！你根本是真的没洗澡。
动他，是不是？